8月23日，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。由主办的2021长安汽车科技生态大会于8月24日开幕。在新平台方面，阿维塔科技旗下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的首款代号为 E11 的产品亮相，定位为高端智能电动中型 SUV。搭载华为 HI 全站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和宁德时代的技术。据介绍，长安汽车目标在2025年销量达到300万辆，新能源占比达到35%。未来5年，预计全产业链累计投入1500亿元，打造科技公司技术生态。到2025年，智能化软件人才占比达到50%。